开车抽筋太危险，过度疲劳要当心。我最近就是抽筋的情况比以前多很多。我在床上睡觉好，睡到一半就突然就会小腿肚带抽起来。上礼拜我开车开到一半，我突然就是踩那个油门的这脚这边有抽筋，哇，小腿肚抽，那很危险。我吓到，抽筋真的很多原因，最常想到缺钙，或者像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长时间过劳。那神经跟肌肉的问题也是会导致抽筋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